那个太甜了吧？那个是妖怪手表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叫做奇泡喵。奇泡喵啊，那个呢？蛋，这个是蛋蛋。蛋蛋。两个都是。哇，那么大张哦。对啊。嗯、啊，你还会？怎么是大张的？啊，那几张老师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多印几张，也给苏俊呢、啊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封哎。干嘛？去相片行还是什么用户费的？哦，用户费的，好啊。对啊。那你另外一个，你选另外一个模，那另外一张的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名侦探柯南。但是这不是吃的吧？嗯，这个是现炸意义蛋。那我可以买这个吗？不行，那个是老板的，你要放回去哦。哦，你看那个老板在看你的。哦，因为那个是老板的哦。哦，这个太甜了吧？哎。恩恩姐姐一直拿这个来吃，太甜了。嗯，你喜欢看蛋蛋啊、哦？那这个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了。你看这里还有这种巧克力。只能拿一个吗？不行，这个太那个玩具不好。不好玩，今天老板已经还有给你三个小礼物啊。哪一个？你去用那个铁锤敲那个玩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很凉哎。六块。我、哦、这是钢铁人的，按按，我要坏掉的，嗯，坏掉。这个哦，这个哦，哦，好凉哦，我要你流鼻涕的，太冷了。